我有剑，你没有剑。哎，他掉下去了，他被我们逼着跳下去了。这保险箱里有人吗 ？What？ 哎，啊，这保险箱里有个人，啊哈！各位小伙伴，欢迎收看小福箱的游戏时光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款之前从来没有玩过的一款新游戏啊，叫做《神奇房子》。那么在这个游戏里面，好像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。刚刚就在我们后面 ，UFO 把房子给吸走了。这大概也是一个反正尽量生存的游戏吧，应该是这样吧？哇，他们是怎么跳到楼顶的？千万不要没事找事，不要掉下去啊！我刚刚居然还有看到有人拿了一把枪 ，Oh my god， 这是个什么游戏啊？哇，发光了，这里什么情况？一道光芒，奥特曼要登场了吗？哎，又有人掉下去了，这是干嘛？什么情况？我这是电梯啊，门还能打开的，然后我进去之后怎么样呢？哦，我先在这里躲躲，可以吗？Oh my god， 他们怎么都掉下去了？然后这个人怎么跳下去的？我都没看到。喂，这是干嘛？这还是个录音机吗？哇，还可以放歌。他给我背了一个录音机。暂停，大哥，还可以切歌吗？哇啊，真的是给我背了一个录音机。这个门可以打开，像电梯一样。我是不知道这道光是什么情况，我知道 UFO 已经把这房子吸走了。这边有一个。控制室看起来，哇，这里变成了墓碑，我们后面的房子变成了墓碑，难道这个游戏能跳过去吗？我不太敢尝试啊。僵尸，这个是，哎，太吓人了吧，哎，现在不要过，哇，他怎么也被吸走了感觉？现在还有几个人活着，我不太知道。哦，我感觉我是存活下来的。所以说不要着急，喂，大家都活着啊！这个人掉了下来，然后呢？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？这边出来块蛋糕，这够神奇啊！这个，这边还有人在跳，这僵尸怎么活了？这僵尸难道是人？刚刚地板变红了 ！Oh my god！ 喂，什么声音啊？哦，现在这个游戏也没有倒计时。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这个游戏，哇，这游戏现在这么神奇。五，结束了吗？哎，我这里出来一个这玩意儿，我这里出来一个这个跳舞的干嘛的？喂，大哥，干嘛呀，大哥？我手里多了一把武器。我能不能砍你啊？喂，去！Oh my god， 这什么情况？哦，这边终于出来倒计时了，20几秒钟，我们应该能活了吧？这个有雪球，哦，这个人拿着雪球击打这个僵尸，难道我们可以跳？哦，这边我也有雪球了，哎，我也有雪球了，来，打这个僵尸，怼他！哎，我手里突然也有雪球了，干掉了！哇，厉害了 ！biu 神奇房子，我的天！哇，他居然打我！我有武器，砍你！我刀！哎，我进房子，哎，谁赢了？谁都没有赢！哎，这人怎么走了？哇，这游戏不会结束的吗？难道？哇，这游戏只要不死就不会结束吗？永远不会结束吗？这也太强了吧！我差点掉下去！哇！哎，我们现在跳跃力怎么这么好啊？能不能跳过去？喂，可以跳过去。哎，我们跳到这里来，来开门，给我开门。这里有人，别！你砸我是吧？哎呦，我的血呢？我怎么没有血？我砸不了他，他怎么是无敌的？我的对，对砸，哇！雪球大作战 ，biu！ 这个门怎么开？哎，这人怎么坐着火箭飞走了？我戳！他有一丝血，让我飞过去干了他！戳！
哎，我把他干掉了，我把他干掉了。哎，我到这里面躲躲，我到这房子里躲躲。哇，这应该是个什么游戏啊？哎呀，这个人是一直是无敌的，我们能飞过来吗？能飞过来打他吗？好像没有什么用。哇哇，然后呢？现在地图上只有我和他了，然后怎么才能结束这个游戏呢 ？What？ 哎，干嘛？这是干嘛？直接给我们决斗了。但是我什么情况？但是他是无敌的，他一直有个罩子。喂喂，来，我还跳不出去。哎呀，好吧，好吧，哼，没有办法了。没有办法了，哎，一关终于结束了，这就是这个游戏神奇方子，各种各样的道具都有，一会儿出现僵尸，一会儿有人跳舞，马上开始游戏啊，这边有倒计时，反正想办法存活到最后就是了。但是刚那个人好像有 bug 呀，怎么一直是无敌的呀？这次我在这个房子里，我还是先打开这个门进去躲躲啊。然后我知道我们现在跳跃力哦，我们跳跃力是后面增强的，我们一开始你看不能跳这么高是吧？他是因为有道具，他是因为充钱了，然后我们一开始并不能跳这么高，要想办法玩到后面的话有人掉下去了，你看不作死就不会死，一开始先稳住啊，希望不要有什么天灾人祸到我头上，我等待有什么之后等道具可以了，有什么雪球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人居然跳过去了，差点点啊，我们先不要动，先等待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在我们头上。呵呵呵，可怕。哎哎，传送这里是几个意思啊？有谁要跟我决斗吗？但是我没有跳不出去的呀，我没有跳不出去啊！给我传送到那个决斗台。这次这个人是无敌了，这个人终于不是无敌的了。然后但是我现在没有对手，我现在没有对手，我现在很强。他们两个在一起不能打，因为没有武器啊。如果他们俩有武器的话，有血球的话，肯定就打起来了。肯定分分钟打起来。哇哇，冰冰冰冰冰，来来，谁来跟我打？谁来跟我打？哎，你过来点，你过来点，我拿剑戳死你，信不信？哦哦哦，嚯，我这次跳过来了吧？来来，你往哪里跑？行行行，来来，你往哪里跑？呦呦，嘿嘿嘿，我有剑，你没有剑。哎，他掉下去了，他被我们逼着跳下去了。这保险箱里有人吗 ？What？啊，这保险箱里有个人，哈哈哈！啊，躲着倒挺好呀，小子。啊，哎，这边有蛋糕吃是几个意思啊？这边有蛋糕吃。哎哎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他有剑！完了完了完了，他有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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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糟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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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，他有剑，而且他是无敌的，而且他是无敌的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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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完了，我们现在没有血了，给他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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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别别别别！哎呦，被他干掉了。他哪里来的剑啊？为什么每次他都是无敌的？为什么每次总有一个人是无敌的？带了一个魔法罩，让我很绝望，让我太绝望了。哎，这是个新地图，这好像是个新地图。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好像是个新地图哦。来喽，喽喽喽，王！哎，还是刚刚的地图，我还是在刚刚的地方。这次的话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？不会 UFO 吧？被 UFO 抓走那是一点办法没有，他被卡在了这里。这也好倒霉，好像动不了，他被卡在了这里。嗯，这次我要报仇，刚刚把这个人干掉了对吧？但这个人有个罩子，没有办法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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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天上，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边出来个图案。现在大家等一下，现在大家都在等把道具啊，谁有剑谁就是爸爸。这人还会隐身，这人居然还可以隐身。你是人民币玩家吗？他居然充钱了，这也太假了吧！我们先不要轻举妄动啊，不要跳。哦，他这房子不行了，他这房子马上就掉下去了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？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？他居然如果不动的话，我感觉他这个房子结冰的话，应该会变得特别滑或者。丢丢丢丢！哦，这什么东西？有了一个东西在我这里，然后呢？给我了一把枪，我来报仇，就射击他，还要换子弹吗？砰！那我先打对面那个。砰！
哎，得换子弹，这枪准备得太慢了吧？给了一把枪，然后只有两发子弹吗？他一直在换子弹。什么？哎，掉了下去，有人。我帮你打死好吧？有用吗？打他？我们这枪打不到人啊，根本就没有瞄准镜，怎么打？哇，开出去的枪连子弹弹道都没有，这太奇葩了。哎，什么枪走火了吗？还能把自己给干掉，我们这个枪。然后死的话能按下这个按钮，好像是能看别人打吧。哎，这颜色还能改啊，我们房子颜色还能改。哇，还可以加入别的道具是吧，这个颜色。哦，原来我们自己房子能加道具之类的。哇哦哇哦，这里是加号，还可以保存一下。有一个按钮是看别人，这边有一个眼睛，点一下的话是可以看剩下的人玩。哇，他家造的不错嘛。啊，哇，这谁的家？我就说刚刚有人把这个房子造的 bank， 买了一个 bank， oh my god， oh my god， 我也要造下自己的房子，怎么才能造呢？怎么才能造呢？哪里要买，哪里能买东西是吗？我记得这里。哦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丢丢丢，好像没有什么用。那么这个魔法球是啥意思呢？哦，720RB，我的天，720RB太贵了吧？那超市在哪里呢？游戏已经结束了吗？游戏好像结束了，我还获得一个成就。这游戏我们还要再研究一下，可能需要把房子什么给升级一下。哇，这游戏还不错啊，看起来。他是在这里买东西吗？他点了没有什么用呀？那我们东西在哪里买呢？应该就是在这里，我觉得应该就在这里。解锁，解锁，这里解锁颜色。这里是道具吗？好像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东西，这也没有什么东西，这里有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啊，这是 RB 买的，这并不是，没有什么用哦。这个呢？这也没有什么用。哇，哎，这柜子刚刚开了吧？如果没记错，难道后面有密码吗？我的天！什么情况？后面有个密室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这个密室关在里面就打不出来了吗？这房子也是够神奇的啊！我们再来玩一把啊！十几秒之后又是一个新的游戏啊！哇，哎，居然被我找到了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太奇葩了吧！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，而且我们要如果有玩过的小伙伴知道怎么改这个房子吗？怎么升级这个房子呢？喂。OK， 我们不管了啊，我们现在房子比较普通，大家都比较普通，是吧？哎呦，这个人干嘛？你穿着吉利服，你看我们对面穿这个人，对面这个人穿着吉利服，绿衣服的。我们试一下啊，哎，哇，怎么又有人自杀呀？啊 ，UFO！ 我们刚刚差点想跳到这房子这里啊，这人哇，这人好聪明啊，跳走了。这个人哇，这人，咦，哎，这不是找死吗？这不，他自己掉下去了。这人被 UFO 吸走了，哇！只有我们两个人了，一瞬间只有我们两个人了。然后等一下道具，我们俩现在是满血，谁有把剑，谁就是爸爸。OK， 千万不要从这里跳到这里是不行的。哇 ，UFO 又来了，可以他跳下去。哎，我直接赢了这个游戏。哎，我不是直接赢了吗？难道还有人吗？那个房子里应该还有个人，只是他没有出来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那房子还有一个人，只是他没有出来，他把他自己关在电梯里面，可能是这样的，不然我们就已经直接出去了。接下来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接下来有应该还有一个人。哎，我直接获得了胜利 ，nice 啊！我获得的胜利好像能解锁房子了。哎，解锁了一个颜色啊，能改了一个颜色。哇，只有获得胜利才能有道具吗？好吧。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实况呢就玩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小伙伴的观看，记得关注哦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